在偶像剧《新兵日记》里饰演王班长走红的赵俊雅，被人爆出来他耍赖旷工，而且让剧组经纪公司找不到人，甚至拍片迟到，还跟现场资深演员刘秀文发生口角。此外呢，还外传他的前女友花花曾经遭到他拳脚相向。昨天的花花录影的时候被问到赵俊雅打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还手呢，结果花花还僵了5秒钟之后才回答，你知道吗，男生力气就是比女生大，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被赵俊雅给施暴。